主咧好细心牧养我哋，要我哋能够细心嘅牧养人。咁有啲人话我唔系牧者喎，咁但其实我哋每一个人任何时间，我哋去帮人嘅灵命都系牧养佢嘅。你嘅朋友，你所认识嘅基督徒，我哋帮助佢都系牧养嚟嘅。咁呢个经文咧系好特别嘅，以赛亚书嘅经文。当我第一次睇嘅时候咧，我真系觉得咧系非常之温馨啊，非常之显出神嗰种细心同埋慈爱啊。咁咧就我哋一齐读一读啊，以赛亚书46:3开始吓。咁嗰啲括弧嗰啲字咧就唔好读啦，因为括弧咧就系我写咗希伯来文佢嘅字嘅意思嘅，我一齐读啊。雅各家、以色列家，一切如成的，要听我言。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保护，自从出胎便蒙我怀差，直到你们年老，我仍这样；直到你们发白，我仍怀差；直到你们发白，我仍怀差。我已造作，也必保抱；我必怀抱，也必拯救。OK， 我哋睇一睇个经文先啦，我睇睇经文由我哋先要去讨论吓。咁、那个经文讲乜嘢咧？以色列家，一切余剩嘅要听我言。咁呢个余剩呢个字啦，喺旧约圣经系时时都有出现嘅。咁咧中文咧好多时咧翻译做余民啊。咁、那个意思乜嘢咧？即系咧神好想拯救好多人，不过因为好多人唔听话。所以咧，只系剩翻一个余民，一个余数，呢啲人咧系听从神嘅，跟从神嘅。咁咧即系话，一切余剩嘅人就系嗰啲嗱，喺某程度就系以色列，因为佢哋亡国啦，被掳到四围去啦，咁所以咧就变咗剩翻嘅人唔多啦。咁另外咧就好多唔跟从神啊，而最后跟从神嘅，信靠耶稣嘅，喺新嘅时代就话信靠耶稣做教主嘅，跟从神嘅嗰啲就系余民啦。咁咧呢度讲到话，自从你哋生出嚟咧，就蒙我保抱喎。咁呢度咧，希伯来文我写咗个数字出嚟啦，大家上网搵咧6006，然后 Hebrew 就系希伯来文咁解啊。咁咧 Hebrew， 咁咧你就会睇到个字嘅意思嘅，就系孭住、担负住。其实咧，佢另外一个字咧5375咧，佢意思都有类似嘅意思嘅。佢自从出胎之后咧，就蒙我怀差啦，即系话。同我咧抱住拎起，直到你们年老，我仍这样；直到你们发白，我仍怀差。一路到老嘅时候咧，神仍然咧抱住我哋嘅。我以造作，咁呢度意思咧，应该系指创造啊。神已经创造啦，亦都会保抱啊，会抱住我哋，拎起我哋。我必怀抱，也必拯救。神会怀抱同埋拯救。嗱，呢个经文咧系。非常之特别的地方嘅，就系咧，因为佢讲到咧抱啊，多次咧讲到抱住我哋，咁咧就由几时开始咧？你个经文里面讲到出胎开始啊，就俾我怀抱啊，一路到到年纪老嘅时咧，神仍然抱住我哋。嗱，好多人有观念咧，就话年壮嗰时唔使抱住啦，咁样，咁我哋点样回答佢咧？譬如有人话。年壮唔使抱住啩，唔使成日嗱 ，B B 仔会抱住啦吓 ，B B 仔会海下佢啦，抱佢啦。咁啊，点解年壮嗰时都抱住咧？有冇人想回答啊？点解喺呢个经文会讲到一路到发白，即系话中间中年嘅时候、壮年嘅时候，一样系神抱住嘅？点解需要神抱住咧？有冇人想回答啊？因为中年好多挫败，系中年好多挫败，好多挫败，好。嗱，咁但系个问题咁啊，有啲人话我冇乜挫败喎，我好掂喎，咁点解都要抱住咧？即系神陪住我哋一齐行嘅，因为条路咧，就算系好顺利都好啦，但系我哋一个人好似比较孤独，我觉得系、okay. 啊，有神陪我哋一齐行会好好多。好啦，咁呢个一个原因咧就系嗰、孤独嘅问题啦，即系话会孤单嘅问题。咁咧就除咗之外咧，仲有冇其他原因咧？显示出上帝对我哋嘅保守，一路冇放低我哋。系一路神保守我哋。咁我个问题就系，点解我哋需要神保住？你行嗰条路一定啱。系啦，非常好啱
點會講咧？就係話神行呢條路一定係啱嘅，所以我哋需要神抱住。咁你嗰度再解釋埋清楚啲啊？解釋清楚啲就係話佢一定啱，咁點解要抱住咧？咁佢唔抱住你，咪自己周圍走；真佢抱住你，冇得自己周圍走。咁樣咧，你就覺得個抱住咧，就係、是、個意思咧，就係、是、好似咧係嗰個細路仔唔聽話，曳入佢四圍走啊！但係呢個經文傳遞嘅意思係唔係驚個小朋友四圍走咧？大家可以回應一下。應該係人軟弱啊，即係唔係樣嘢佢都做得到曬。係啦，所以唔靠神嘅。咁有啲人話我好大力喎、哦，有啲係大力士嚟喎，咁個軟弱係咩意思咧？神有限，意志軟弱，身體啦、心靈啊各方面都係軟弱。OK， 身體、心靈。好，有冇人手？即係抱住，我覺得舒服啲。有阿即系天父爸爸抱住，我觉得系好有安全感，同埋我可以有乜嘢都可以同佢讲，就可以即刻有回应，同埋又好多方面都要见到我有力量行前面嘅道路。嗯，好，咁即系主啊，即系话神又俾我力量。咁咧，我仲想大家讲到一点咧，系非常重要嘅，因为点解神要抱住我呢个最重要嘅点系？神爱我哋 ，OK， 好。嗱，神同我哋关系咧，最重要嗰环节系乜嘢咧？我哋嘅同神嘅相连系我哋嘅咩部分同神相连咧？心灵，系啦，心灵，系啦。我哋最主要咧系我哋嘅灵啊，我哋嘅 spirit， 即系我哋同神嘅相连。而呢个同神嘅相连，我哋系咪靠人嘅力量可以做得到噶？唔做得到嘅。所以我哋需要神一路保持我哋同神的力量。就算一个壮年的人，他就算看圣经，是不是代表他，即譬如他用他自己的力量，譬如圣灵不来的，即譬如假设没有圣灵的感动，人呢只是看圣经的时候，我想问大家，是不是代表他有属灵的力量呢？不是一定有属灵的力量。这个属灵的力量在哪里来呢？有人想回答，这个属灵的力量在哪里来呢？同神嘅关系，同神而嚟嘅力量，系啦，同神而嚟嘅力量。咁咧，嗱，正先你大家分享到一啲咧，抱抱啊、陪伴啊、安慰啊，嗱，呢全部咧就系喺嗰个我哋嗰个魂嘅范围啊，即系魂嘅范围就话我哋嘅心灵里面唔开心啊，我哋重担啊，我哋孤单啊，咁咧，但系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啊，呢正先所讲嘅心灵，即系呢个。魂咧都系重要嘅，点解魂系重要呢？因为魂咧系包括我哋人嘅情绪啦，等我哋有力啦。咁但系我哋都需要属灵嘅力量，两方面都需要喎。嗱，呢两方面我哋不如试下思想下同埋讨论一下，大家分辨一下魂有力系点样，灵有力系点嘅？有冇人想形容啊？一个基督徒魂有力量同埋灵有力量系有咩分别嘅？大家可以回应一下。魂系咪指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？系啦，冇错啦。咁你呢啲有力量，即系点解咧？你形容出嚟啦，讲出嚟个分别，即系同人嘅灵有力量系点样个分别？魂系靠佢自己嘅身体嘅力量， okay？ 即系自己嘅能力。Okay？ 但系灵咧又唔同嘅，灵咧当你系喺祈祷嘅里边得力嘅时候咧。系嗰种感觉系完全唔同嘅喎，成日都好似好有力量、好精神，系同平时系完全两样嘢嘅。OK， 好，嗱，我想其他人回应一下，系唔系魂就系靠自己咁解咧？魂系咪代表靠自己咧？魂咧就唔系纯粹靠自己嘅，因为咧我哋嘅情绪啊、我哋嘅意志啊，有好受环境影响嘅。受事件影響啦 ，OK， 即係嗰啲事件不如意事咧，令到個人情緒低落。係，咁啊，即係唔係靠自己可以就突然間將個情緒提升 ？OK， 咁所以點樣啊？所以咧就，所以就要靠靈啦。OK， 好，咁呢兩個關係咧，大家試下講下出嚟呢個關係啊。俾大家反思一下魂与灵，
同埋大家諗一諗一啲成熟健康基督徒，同埋有啲軟弱嘅基督徒，佢嘅靈與魂嘅狀況係點樣嘅？因為我想大家深度嘅思想啊，有冇人想回應啊？魂可能會被一些外在的事件會影響那個魂的狀態，但靈可能是講緊處理一些困難啊，都不會咁容易被外在的環境影響，而是靠神和神的親密的關係。OK， 是不是靈難以被外界影響呢？大家思想，大家不要介意啊，即係我其實一路幫大家 去思考。灵与魂的关系，让我们更加明白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，因为我们是有灵与魂的嘛。魂就是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灵就是和神沟通那一部分叫灵。有没有人想讲出这两个的关系？灵是超越的，它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。Okay. 因为心咧，即系身思前讲，意志系会受到环境或者人事物嘅影响，或者自己嘅影响。但系如果去到神嗰度，我啲嘅灵系摇晃身嘛，即系去到神嗰度咧，就会有力量可以咧胜过出边嘅环境、人事物嘅影响。OK， 嗱，咁我问你嘅问题啦，系咪灵就系一定唔受外界影响咧？靈都有機會影響嘅，但係咧，如果你同神嘅關係親密，咁咧靈會比較容易提醒我。我自己就會有個有陣時我會問神係咪咁啊咁樣，但係佢會有回應咯。但我覺得佢嘅回應多數都好準確嘅，即係你嘅靈咧。因为同神相通，所以会有回应，系咪？系咪咁嘅意思啊？即系你亲近神嘅时候，又会有回应，系咪？系咁我问你另一个问题，你有冇有时发觉你嘅灵都会软弱？会，绝对会。咁所以我嘅问题就话，咁魂会软弱，咁灵又会软弱，咁其实个分别喺边度？如果灵啊，譬如话我啲转换太多嘅事物。我未被准神嗰个心都会软弱嘅，我啲嘅灵都会下沉啊，受到好多嘅阻碍。系都会受影响嘅。咁而家我问你嘅问题就系话，灵与魂嗰种关系乜嘢 ？OK， 好啦，大家可能咧就喺呢一阵咧未谂到，唔紧要嘅。我咧就而家尝试咧。我谂灵可以滋润个魂咯。灵可以滋润个魂，系啦，呢个系非常正确嘅，即系话我哋同神嘅关系会滋润我哋嘅魂。咁你再详细解释呢几样嘢嘅关系，大家可以试下，即系其实帮我哋大家去反思我哋嘅生命嘅里面系点样样嘅。个灵如果好健康嘅，个魂会低嘅，我哋啲即系可以压制到佢啲脾气啊嗰啲。咁咧，但系如果个人咧系好好脾氣好猛緊啊，好大脾氣咧，嗰、那個靈一定係會低嘅，即係兩個啱啱係相對嘅。你就先講咧，就個魂咧，似乎就係、是、你就講到壓制，即係魂就好似負面情緒嘅喎。你咁，我想問你，魂係咪一定係負面咧？唔一定嘅，但係即係我係我就只係一個高過低咯。即係靈高個魂就會低。魂高就灵会低 ，OK， 大家嗱呢度，其实我哋其实咧嗱呢个过程，其实我哋一起探讨啊，系帮大家去反思嘅。OK， 仲有冇人想讲啊 ？OK， 嗱我会咁样讲啊。呢个首先从圣经我哋知道咧，当我哋死在罪恶过犯，系指到我哋嘅灵咧未信耶稣嘅时候咧。同神的关系死了的，但是魂仍然存在，为什么呢？思想、意志、感情是所有人都有的，信不信耶稣都有思想、有意志、有感情。那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呢，其实就是我们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的时候，神就叫我们活过来了。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讲到的，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，他就叫我们活过来，叫我们一起奉和他一起奉献，并且一起被去坐在神的右边在天上。好了，那就是说呢，我哋神咧将我哋嘅灵恢复，嗱呢个恢复嘅过程咧，其实亦都系恢复我哋嘅魂嘅。当人被神更新咧，
佢嘅思想开始话有神啊，有个神爱我哋噶，有个神有能力嘅关心我哋，凡事祝福我哋啊，个思想开始改变啦。嗱，个改变有程度噶，有啲基督徒咧系好信耶稣完全掌权，不过咧我可以话呢个需要时间去建立嘅。但系如果佢听咗我哋嘅教导，佢真系话跟晒神嘅路系最好嘅，我全心跟从神系最好嘅，咁佢嘅思想可以好快转变。不过讲到学习圣经都系要时间嘅。咁而事实上有好多基督徒点解软弱？因为佢嘅思想都系好多软弱啊，即系佢思想咧啊。神会帮我噶，即系佢个信念咧，思想包括信念啊，对于事情嘅睇法啊，佢思想嘅模式啊，咁佢就觉得神未必帮我嘅，都唔知几时帮我。嗱，呢个就佢会有呢个思想嘅问题啦。如果佢健康就，我知道神一定凡事祝福。可能意志，我决意跟从神，即系当我哋嘅灵复苏之后咧，佢开始会决意。不过咧，系咪一信耶稣即刻会愿意听晒神话？又未必嘅，有时咧系会。听啲唔听啲，但系都成熟。咁点解我有动力去完全听神嘅话呢？系因为我知道听晒神嘅话，神一定祝福。咁所以我嘅意志，我都系尽量全然行喺神嘅路上。啊，都会有时有啲挣扎过，有时啲地方唔系听晒神话，但我喺里面挣扎去提自己听晒神嘅话最好。咁个意志一路提升啦。感情亦都系同神建立感情，就话神咁好。所以我咧就好感激佢，好爱佢，好欢喜佢，好中意佢。嗱呢样嘢好多人嚟讲比较弱一啲嘅，即系佢觉得神睇唔到，点解有感情咧？咁于是咧就会好难同神觉得哇，神啊，我真系好爱你，我好欢喜你，我中意你，好难去到呢个位嘅。咁我想讲乜嘢咧？其实我哋整个人嘅恢复咧，恢复翻好似神做亚当嗰阵时咁样样咧，系需要个灵更新。跟住咧就医好我哋嘅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成个人医好。所以思想、意志、感情云，并唔系负面嘅，系我哋嘅一个部分。不过好多人系俾负面嘅影响，所以佢嘅云系唔健康嘅。但系当我哋嘅云系健康嘅时候咧，我哋就会得力啦，即系就会即系思想会正确，嗰个感情会正确，即系唔会话成日低沉啊。有啲人佢真系俾魔鬼掳去啊，就点样咧？成日都。好唔开心啊，好烦啊，咁佢嗰个思想意志感情啦，佢通常感情有问题呢，情绪有问题，就因为佢思想有啲问题，佢思想觉得全世界人都唔鍾意我，冇人鍾意我，我系冇用嘅，咁佢思想唔好啦，佢自然成个人呢就会有问题啦。我想问咁，其实系个灵大个问题，系个问大个问题。不如问大家啦，最好大家思想犯你咩问题呢？大家一齐思想，然后咧，我先俾答案。大家有冇人？我觉得系个灵带动个魂。O、okay, K， 好。我都觉得系灵带动个魂。好。咁魂有冇带动个灵？你嘅思想、意志、感情会唔会带动你个灵咧？你有岌头嗰个，你就可以出声嘅。即是有时自己的魂都会带动灵的，如果那个魂呢，譬如说想的东西即不是健康的或者是有难了自己，都会影响那个灵的。是，那怎么带动个灵呢？即譬如说正面的带动啊。正面的带动就是比较健康的，有时或者想到有啲地方而地方咧唔通咧，就会影响嗰个灵咧。呢个就唔通啦，佢就影响个灵啦。佢会唔会加强个灵嘅力量咧？我而家问大家，我哋嘅魂会唔会加强灵嘅力量？我哋思想意志会唔会加强我哋灵嘅力量？有呢个点样加强法？正面思考会带动得到个灵嘅，但如果你低沉咧，亦都影响个灵都会正啊。系啦，冇错啦。其实咧，我哋由正先嘅大家讨论系咪睇到咧？其实灵与魂系互相乜嘢咧？互相影响同埋互相正先有。可以互相配合，互相配合同埋加力量喎。
滿心加力量就點樣咧？嗱，我哋點樣可以建立我哋同神關係咧？思想即係我睇聖經啦，又我信聖經嘅説話啦。嗱，呢個就思想更新咯。我應用聖經嘅説話，於是嘅思想改變，咁咧就會加強個靈嘅力量。因為我越相信聖經嘅説話，咁我就越得力啦。意志，我越決意跟從神，我咪個靈亦都更加剛強啦，建立同神嘅感情亦都更加剛強。好啦，靈，咁我而家問翻大家啦。靈點樣幫助翻個魂咧？加力。誒點樣加力法咧？個靈本身個靈都係可以，即係如果佢係即係你個魂嗰度帶唔到個靈，可以令到俾個靈出嚟嘅，即係你唔好令到個靈咧係死死氣咁啊！咁我出咗嚟嘅時候，跟住佢就可以即係更加去可以帶動到你個魂咧，就繼續去即係。Okay.精神精神。O K， 個靈點樣有力咧？我覺得係多啲安靜親近神嘅時候咧，個靈係自然有力嘅，自然得力。好非常好啦。頭先我哋就講出啦，原來靈與魂可以互相加力嘅，思想、意志、感情都係跟從神嘅方式，會加強靈嘅力量。多親近神又會加強。思想、意志、感情個魂嘅力量係一齊嘅。好啦，嗱，我哋首先，其實我哋帶開咗個話題，我哋帶開咗個話題咧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我哋首先講開神抱住我哋咧，咁咧初頭就好多人都講到安慰啊、陪伴啊嗰啲嘅，咁咧就但係咧，我哋啱啱就講到話呢、這個陪伴係咪淨係魂咧？咁由我哋就講到有靈咯喎。其实这个陪伴神的拥抱是包括什么呢？身心灵。身心灵，就是说神的陪伴会加强我们的灵，也都加强我们的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整个生命的提升，就是说我们人是需要这件事的。好了，我们去回这个位置，去回这个位置就是说什么呢？神怎样，他有个人很强壮，他说我很强壮的，我意志很强的，但是神怎样他依然需要神的保护他呢？神怎样保护他提升他呢？神有人想准备钱，你又说灵又感动他的一件事情，跟着之后又加力去做一件事。 OK， 神感动他在这件事祈祷又加力给他。 OK， 好、大家还有没有一个，我想大家有一个完整的图画，即是我们刚讲完灵与魂的关系，神在灵与魂做什么工，我就想大家去回应这件事。我想问个问题，究竟有没有灵先定魂先，有没有日先后次序？所以大家问一下，大家回应一下魂和灵哪样先呢？我听听下，好像觉得个魂会重要过灵。OK， 其实你两嗰两个问题噶，你又问咗第二个问题咧？我觉得系灵重要过魂，灵魂体啦。嗱，你哋问咗咁多问题咧，点解？我哋一直都问嘅。个前语就系灵魂啊嘛。其实我听完咁耐咧，我都唔明咩叫灵，咩叫魂。我再讲一次。我再讲一次，灵咧就系与神相通，但系当人未信耶稣嘅时候咧，就已经系死咗喺罪恶过分中死，即系同神冇相通嘅个灵唔通嘅。但系魂咧系人都有嘅，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小朋友都识得谂嘢嘅。啊，譬如佢会话啊，妈咪锡我，佢呢个信念嚟嘅，妈咪系锡我嘅，呢个信念嘅思想、意志，我中意搵妈咪，我想搵妈咪，有个意志啦。感情，佢同妈咪有感情，即系细路仔都有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都有魂嘅运作，但系咧就冇灵嘅运作嘅。但系当佢信咗耶稣咧，就有灵嘅运作啦。咁啊，呢个嘅魂系咪即系我哋本人嘅性格嚟嘅？包括性格，包括系。OK， 好嗱，咁咧，你问咗几个问题咧？我试下答咗，睇下答唔答晒。如果未答晒，你可以再问嘅。边个先边个后？在重生是灵先的，个灵重生，咁咧神的灵会带动我哋，
咁咧帶動我哋嘅時候咧，個人咧喺個重生嗰下，即時咧佢嘅思想開始改變嘅。如果佢重生啊，重生唔係淨係話，有時有啲人話信耶穌啦，佢唔一定代表佢真係信耶穌喎，係佢真心嘅信耶穌啦，佢嘅靈就甦醒啦。當佢甦醒嘅時候，佢即時咧佢個魂都會更新嘅，即刻話哇有個神喎、啊。神是爱我的，神有能力，他即时的思想是会更新的，所以是个魂个灵带动个魂的。他的意志都说好了，我跟从耶稣，我去祈祷啦，这个就是我意志啦。感情呢就可能慢少，因为人看不到的比较难的有感情啦，但他都会觉得我喜欢回教堂，我喜欢祈祷啦，这个已经是感情来的啦。但是只因为喜欢神呢是下一步的。但如果在思想里面成为了不認識耶穌，即是有人是未聽過福音的，他不認識耶穌的嘛。如果你在思想裡面還說是耶穌這樣東西，那怎樣呢？所以呢信耶穌的過程呢也是有聽到的時候影響他的思想，在他的思想上影響他，也都是同時靈去更新他，但是那個更新過程是個靈更新了先的。他的思想即是譬如說聽到了神的灵透过神的话语在他心里面做工，因为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，那么圣灵就会透过他的话语，信道是从听道而来，即是他有听到了，圣灵就会透过这个道在他里面复苏他的灵，那所以某程度呢又是一起的，不过复苏了之后呢他就开始去改变他，不过其实我们不需要决定那个先和后、是可以说呢他的思想上未到信耶稣的刻，未到真信耶稣的刻，都未完全改变的，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去寻找神而已，他未曾更新的，但当他灵重生的时候，他的思想就开始改变了。OK， 因为明知呢有那些翻教会的人呢，即是唱歌的呢，他们呢其实个灵，有这个灵呢是根本未复苏的话，有这个可能性。那如果他、重新得救的人会怎样呢？他很想耶稣救他啦，他知道是自己的罪人啦，他会拉着耶稣啦，这个就是一个得救的人的表现的。那他如果没有这个表现呢，他犯罪都觉得没紧要呢，那他是可以是不得救的。即是去教堂的人是有一些是不是真的得救，因为他只是习惯坐在那里，是真的信耶稣而被耶稣改变。咁俾耶稣改变会有咩改变呢？犯罪觉得好唔舒服，同埋好想信耶稣，耶稣赦免佢，同耶稣有生命嘅关系，咁圣灵会感动佢听话，佢又会听话，佢会回应神嘅。啊，当然有个法利赛人问耶稣，话点叫重生得救？法利赛人对上帝律法好认识嘅，嗱，耶稣都话佢哋假冒为善嘅，甚至我哋叫真理嘅尽头，真系清楚明白佢真。真正得救身份有冇咧？你而家问翻嚟出嚟有冇得救呢？话我哋对真理真系好点解明白，但系我哋嘅思想行为冇改变，咁我哋喺上帝角度点样有冇困难？如果完全冇改变，佢系唔得救嘅。完全冇改变，因为真信耶稣嘅人，佢一定有改变，佢一定会开始悔改信耶稣，一定会里面咧会知罪，会有改变。即是一个人你怎知道他得救呢？他犯罪觉得不舒服的，同埋他会想耶稣救他的，这个是最起码的两个表现。跟着会有圣灵的果子的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，这些会结出来的。OK， 那么、我想总括，因为如果不是呢我们现在走得很远了，那我们呢那么都是好的，不过因为我好第一好多谢大家的参与，是非常之好的，我很感谢神啊，这个这个查经的方式呢是 很特别的，就是能够大家一起投入。那我想总括回来想说什么，用这个经文所说是什么呢？神当我们生出来，他就保护我们。其实呢有时我们未信耶稣，神已经开始做工了。不过做工呢，这个人未必得救，即是他未必得救的，但是神已经做工了。譬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踩过老鼠尾，走过黑的地方，我不知道有老鼠，一踩被它咬了。咬了我又不懂得照顾，我又完全没做任何事，回到家就是这样就抹了血就算了，是也都完全没事。这个都是神的保守，也都有试过，有之前差不多有
教剪撞到佢眼，我都覺得係差唔多，結果係冇撞到嘅。咁呢個都係神嘅保守啊！咁呢個即係話神已經認識我哋嘅，同埋有一個好特別嘅經歷咧，係我未出世之前咧，我阿嫲係發夢咧，未出世之前幾日啊，係發夢見到一個白衫嘅人喎，佢面前嘅。咁呢個係咪即係神向佢意義話，你要生嗰個孫咧係一個神特別揀選嘅人咧？咁我唔知道呢、這個，可能係我哋唔能夠確實知道，呢都係神認識我哋嘅。好啦，咁我想讲就系神保护我哋系咩意思咧？佢系全人嘅保护，灵与魂，整个生命。嗱，一个被神保护嘅人又听神嘅话，有咩后果咧？佢嘅灵健壮，佢同神关系系健康嘅，佢会感激神、爱慕神、随时得力嘅。嗱，呢个叫个灵啦，个灵咧系同神相通，佢思想、意志、感情都改变过，佢思想话神真系好啦。咁咧，亦都系我唔使受人影響嘅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冇人能够伤害我，神先能祝福我嘅。於是佢嘅思想会改变，即系神咧会塑造我哋嘅思想嘅。大家都留意一下喎，你信耶稣之后，你嘅思想有几多改变咧？以前好惊人嘅，以前唔中意人嘅，以前咧畏缩嘅，你有冇俾神改变个思想话？我系宝贵，我系重要嘅，我亦都系谦卑嘅，我。所有礼物都是从神而来的，于是个思想就会成熟了。亦都即是说个思想不受人影响，我是有坚定的立场，我信耶稣，我不用被人影响的。那么意志，那么成熟的基督徒就说，我愿意将时间、金钱、我的力量、才干都献给神，给神使用，去拯救更多灵魂，神很喜欢的这个意志。感情亦都是会喜悦神，欢喜同神相交。整个生命咧系建立新嘅感情。大家有冇发觉嗱？虽然咧好多人嚟讲同神感情比较好似遥远啊，因为神睇唔到噶嘛。但系过程有冇发觉神都令到我哋更加中意神噶？会唔会更加中意神啊？大家唔好净系用入口，因为入口咧听唔到嘅，可以大声讲嘅。系啊，会中意噶。咁而经过教导之后咧，更加会中意啊？点解教导咩教导呢？如果有个人对你好好，咩都照顾你嘅，会唔会中意佢啊？咁神对我哋好，系咪超过一切嘅人啊？咁所以我哋学习咧，就随时随地一谂到神就欢喜佢啦，见到乜嘢都欢喜佢。感谢天父，神所创造嘅万物都系咁好嘅，食物又咁好嘅，我哋嘅灵又咁好嘅，神嘅灵改变我哋生命，咁我哋就整个人咧就会感激神啦。咁啊，即系个思想、意志、感情都系需要神去培育啊。嗱，呢个意思就保护。培育同埋陪伴加力，因为如果冇呢个提升又加力喎，又安慰喎，因为我哋几样都需要嘅，提升我哋去提升我哋思想、意志、感情正确啦，又陪伴我哋，等我哋唔好孤单，让我哋有呢个成熟嘅灵命，亦都咧系俾我哋有安慰，即系个整个心灵咧系被安慰嘅。有些基督徒他不会受晒这些影响的，所以有些基督徒呢是 很多软弱，很多不开心，有很多烦恼、情绪低沉，就是因为他没有被神去改变，但神是改变他，不过他不被神改变，没放手了。大家反思一下，在我们成长过程有没有被神去塑造，你放手啦，不要那么担心，不要那么唔好咁睇人嘅面孔啦，唔好睇人嗰啲说话啦，多啲倚靠神啦。大家有冇发觉圣灵提我哋呢样嘢啊？有噶，咁即系话咧，神喺呢方面会提醒我哋，同埋当我哋孤单嘅时候，有冇圣灵嘅陪伴啊？有啊，所以我哋睇到原来圣经所讲神真系陪住我哋，同埋亦都教我哋嘅灵嘅祷告啊，更加投入啦。当你投入嘅时候，敬拜赞美，全心爱神，发觉嗰个力量越嚟越大。即系话原来神咧。是由始到终，就算我们壮年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的属灵力量一样是来自神的。如果人只是靠他自己个人的力量，即是譬如说我是很强壮的，我有很坚强的意志，所以我要做一个强壮的基督徒，他只是靠自己是不行的，他会变得骄傲的。有些基督徒他很识圣经，不过他很骄傲，他觉得自己很厉害，其实也都是不健康的。但如果他全面性健康，就是给神去培养他，建立他，佢又谦卑，又有力量，又有神嘅陪伴，又有神嘅安慰，又成熟喎。
又獻身俾神喎。這個就是神的心意了，我們是需要神陪伴我們家裡面，我們才會成為一個好的基督徒。有些基督徒呢偏在一邊，有些人的思想很大，不過思想很大的那些基督徒他懂很多聖經，但他不代表他全心相信行神的路最好的。這個就是好像一個頭大手又很小，個頭又很大，懂很多聖經，但是沒有認出來的。那或者有些人呢他又做了很多事，不過又驕傲又比較，或者是情緒上受影響，即是有些人是不健康的。那這個經文呢講到神呢是一路培育我們、提升我們、陪伴我們、加力給我們，讓我們整個生命提升。那呢就神做了我們，神作造作，這個講到造作呢不是廣東話的造作，你這麼造作的不是那個造作，而是呢神是創造我們，那祂呢就會拯救和保护我们，一路提升我们。嗱，呢度睇到神嘅乜嘢属性咧？喺度睇到神嘅咩属性？大家可以回答啦，大声讲啦。佢慈爱啦，仲有咧慈爱啦，系啦，冇错，呢个好重要，好重要。呢个经文好重要，讲到神嘅慈爱。除咗之外咧，信实系啦，佢应承咗一定会做，佢由细到大一路成熟，向方向成熟。大家有冇发现？神提我哋，帮我哋系由初信一路护到到而家噶，系咪啊？神唔会喺中间抌低我哋噶，唔会有嘅时候你话我奇迹股都冇用咁噶，唔会咁样噶，系咪？仲有咩神嘅属性啊？以马内利，即系神与我哋同在啦。好，神陪伴我哋，仲有啲咩啦？细心啦，系啦，细心又耐性，因为我哋好多时会啊，即系。好多嘢唔听话，有神有细心耐性去提升我哋。咁我哋今日咧个主题就系咩？神咁细心去提升我哋。我再讲一讲属性同埋恩典嘅分别。属性就系佢本身有爱啦，佢有爱，佢有咗爱心，佢有细心呢个质素，佢有耐性嘅质素，佢有智慧，能够有智慧，佢识得点样帮人，佢有智慧，佢有能力能够入到我哋嘅生命。譬如我唔可以入你嘅生命喎，我点可以陪你翻屋企啦？系咪？我唔可以入到你生命，但系神有能力进入我的生命，呢个佢属性。恩典系咩咧？佢为我哋做。恩典咧后面有个我哋嘅，神爱我哋，神陪伴我哋，神加力俾我哋，神帮助我哋，神改变我哋。嗱，呢个就系恩典啦，神为我哋做嘅属性系佢本质，佢有呢个本质由佢改变我哋。咁所以我两都欣赏，哇！神真系一个咁完美嘅神。成日挂住我哋，成日帮我哋，成日提升我哋，有智慧、聪明、有能力，咁哇，神真系好啦！多谢天父，多谢天父，就会激励我哋去改变啦。嗱，神嘅照顾好全面性，系咪？我哋唔听话嗰时，神有冇照顾啊？一样照顾啊！好啦，系啦，咁既然神提醒我哋，于是我哋都会点样啊？我哋嗱，神咁样照顾我哋，我哋对人牧养人嘅时候，帮助人嘅时候，都点样啊？一样讲到佢好细心，系啦，都学习神一样识，即系神都咁好爱，咁其实爱我都系照顾我，当然我都系照顾特别都喺关心身边嘅人，系细心去爱佢，关心佢，扶持佢，同佢有乜困难都帮佢，系啦，都聆听者，系啦，关心佢。即是说我们学习好像神的耐性，虽然人不听话，人会不会不听话？会的，我们都依然是有耐心去帮助他，怎样提升他的生命，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事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的主要呢就是说，我们学一下神怎样照顾我们，我们都去同样有这个心照顾。那我们第一个操练的地方就是这里了。我们一家有操练课程，大家就可以有机会互相关心，为对方祈祷，亦都咧系可以记得对方嘅需要，啊，继续翻屋企都为佢祈祷。有啲人你觉得啊，大家有信，即系大家都认识啦，可以交换电话，可以去继续嘅关心，继续嘅扶持。神系欢喜嘅，当我哋跟住神咁去做，嗱，我哋一齐起身，我哋祈祷啊，求主帮我哋咧，整个生命提升。正如神点样样提升我哋，关心我哋，保护我哋，我哋都同样系。去照顾周围的人。亲爱天父，我多谢你，因为神你真的好好啊！我哋谂翻我哋由初信到而家，圣灵不断提升我哋，不断
带领我哋，保护我哋，安慰我哋，加力量俾我哋，更新我哋，改变我哋，将我整个人一路一路塑造，系好大嘅恩典。我哋得闲需要更多思想神，你做过乜嘢？思想之后，我就感谢神，神你一路提升我，真系好啊！多谢天父嘅大恩，多谢天父嘅大爱，我愿意全心听你嘅说话，愿全心跟从你，亦都愿意全心去祝福我哋周围嘅人。我哋首先祝福弟兄姊妹，祝福我哋嘅群体，祝福我哋所接触嘅基督徒，同埋都关心周围嘅人，有耐心、有爱心去关心人。多谢天父，神你俾我一个好嘅榜样，神就一个咁完美嘅照顾者。我哋虽然见到有好多基督徒有软弱，佢哋会有时讲说话伤害人，但我哋知道系人嘅问题，唔系神嘅问题。我哋求主啊，祝福佢哋，帮助佢哋，提升佢哋生命。我哋都反思，我哋有冇对人冇耐性咧？有冇对人猛整怒嘈咧？求主赦免我哋，帮助我哋耐心嘅跟从神，亦都去耐心去祝福人，神就喜悦啦，神就祝福。我哋当中有任何机会我哋帮人嘅，神都喜悦，我哋就可以开心快活，我有机会帮助人，感谢主，我有机会服侍主，感谢主，我哋就开心快活去侍奉神，亦都因此而欢欣喜乐嘅。多谢天父，感谢天父，嚟到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我一齐用主祷文祷告下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请接受主嘅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嘅恩典、天父嘅慈爱、圣灵嘅感动，常与我哋每一个同在，保护我哋，从今直到永远，坚固我哋嘅信心，帮助我哋在主里成长，成为祝福别人嘅人。多谢主，主祝福我哋从今到永远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，感谢天父。